你胳膊有没有好一点啊？你说的，把你的胳膊拧下来，再装上去，再拧下来，再装上去。你以为是拧螺丝啊？犯人也是人呢，你们有没有人性呢？哎呀，这事情又不是我干的了。行了，我不听你解释，这个情况我一定会向上反映的，一定会的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将功赎罪，争取宽大处理吧。哎，你先除客一号。为什么？我要方便一下，你要参观吗？这个胆子吗？那你举着夜壶干嘛？我想洗个澡，不可以啊？你用夜壶洗澡啊？个人有个人的习惯，不可以吗？你出去呀、啊，别人洗澡你也要看吗？啊！我忘了一样东西。啊！不叫，我马上就找人来给你包扎，很快的。哦哦，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呦，你不要那么害怕嘛，我是来给你包扎伤口的。你看，这是剪刀，这是纱布，这是你们云南的白药，这是火油。火油要来干什么？消毒啊！手术之前都要把器具消毒一下下，否则容易感染的。还要手术啊？你不要太害怕，我很小心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，我自己来。寻思什么呢你？你可不可以把头转过客？我把头转过客干什么？人家伤的是大腿了，你的大腿可以给我随便看呐、啊。好了好了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话，千万不要客气啊。我绝对不会客气的。你可不可以把眼睛闭起来？为什么？普利斯，普利斯，我勒死你！快一点！还不如我炸死你！我眯瞎你的眼！点呢？可以啦！哎，对，哎。夫妹又不是故意的了，再说他是个犯人呢。犯人也是人吧，又不是畜生啊。谁把你当畜生了？有长你这样的畜生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哎呀，赶紧吧，赶紧吧，你干什么？我留下来照顾他啊。那行，我们都在下边啊。我告诉你，老实点啊，否则会死得很惨。我还不够惨吗？
我这个胳膊，我这个腿，我这个屁，屁股倒是没事了。来，当心点，再小心点，等会儿啊。这里头是辣椒水，还有醋，他要不老实就朝脸上喷。知道了，早点休息吧啊。你才是猪，个大野猪，又黑又肥，还满脸横肉，你看就是个蹲大狱的雕。小猪是孩子他娘，你跟他很像。你还有孩子呀？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没有孩子？孩子多大了？大儿子5岁，小名叫汤圆；小女儿2岁，小名叫饺子。嗯。饺子刚刚下出来，刚刚生出来，他娘就难产死了。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两个拉扯大，也该撒手了。小猪，你别怪我，我真的是没办法呀，小猪。来来，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。想吃点啥？我要吃米线。小猪。展大侠还没睡呢。就峨眉戏练得怎么样啊？我正在练啊。有一招我不太明白。就是说这个。是这样，我跟你说。这么晚还没有睡呀？不困。桌上有茶，你自己倒啊。不渴。那要不要我给你下点汤圆？不饿。你这个是峨眉刺吧？你会洗吗？见有嘛，见有嘛！你俩，峨眉刺，别看使得乱。俗话说，乌爪胜有爪，乌爪什么？没法破，没法破。我跟你拼了，我这。喊嘛，我还没死呢。包大人逃走了。